王梦雨，王梦雨，我问你一句话，你到底喜不喜欢我？废话。为什么你老是对别人那么热情，对我却忽冷忽热的？啊！你做什么事情都不认真，连见到也不认真。我不认真。你在做什么事情？我不认真。我不认真。我不认真不是为了让你放轻松。你知不知道我很喜欢你啊，王梦云，你自己想想，你到底喜不喜欢我？你自己想想，你到底喜不喜欢我，王梦云？啊？呀！你为什么？我问你一句话，王梦云，你真的不喜欢我吗？啊？你为什么每次你不开心了就给我打电话？每次你无聊，你都约我去看电影。我请你吃饭，你从来没有拒绝过，啊？你想家了，你还给我打电话，跟我聊天。你自己想想，你到底，你自己好好想想，你到底有没有爱我，爱不爱我，王梦雨？王梦雨，你是不是傻？有没有听我在跟你说什么呀？我说我喜欢你，你为什么每次我给你表白你都拒绝我？你知不知道你拒绝我的时候我心里多难受啊？王梦雨，我知道 你就像一个小刺猬一样，我一接近你，你就把你身上的刺炸开。你炸开的时候，你知不知道我心里，我真的很想去照顾你。每次你在这场馆里打球，我打球，我看到你练习的时候，你跟你打的要比我厉害的很多很多的，我真的，我怕他们伤到你，我也很害怕。你每次你胃疼的时候，你给我打电话，你说你胃疼，你知道我心里有多难受吗？你一直不相信我，我就不知道你为什么不相信我。你自己好好想想，你是不是喜欢我？如果你不喜欢，你为什么要跟我说我打赢了你，你就做我女朋友？你其实每次我跟你在一起，我都很开心，但是一晚上我自己回到家，我心里真的挺想你的。我也想如果能够在一起，你不管你在开心的时候、失过、难过的时候，我都能在身边照顾你，因为我喜欢你。其实你觉得咱俩这么打下去有意义吗？王梦雨，别再扭了，好不好？咱们再说吧。
以后我会好好照顾。